讲过啊，那个世尊有不舍一个众生的愿，回头是岸。你已经恐吓了那么多人啊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回头忏悔，真实的这样子，你舍弃你那个那些鬼众，舍掉你那些鬼，把鬼舍掉了，你就一定有成就。好好真正的，不要去强迫别人，不要去恐吓别人，不要拿人家的房地产。我讲过啊，正佛中最有钱的上师是谁？